有柠檬信波比尔很流来这直播哈。那现在直播连结出来了，我们陆续有我们的好朋友开始上线啊、来跟我们打招呼哈。那开始来看我们的盆栽展。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欣赏，来绕一圈啊，由我们的商会理事长，还有我们的现任理事长，那个秘书丢够，那李启维议员要跟我们一起呢，今天来带大家参观我们的盆栽展。那首先呢，先要把我们的这个连结分享给我们盆栽协会的群组。来，我先来，连结有在工作小组吗？我再丢给盆栽协会的群组，请大家发分享出去，有吗？来，那我来分享这个群组。那一开始呢，我就先请我们的创会理事长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盆栽协会创会理事长毕兴成。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播。现在呢，我邀请我们的现任的理事长啊，带领大家在我们现场来参观我们今日这一次的展览啊，还有请我们的现任理事长。感谢我们的陈威良总裁。那现在邀请的是我们台南市盆栽协会的现任理事长李宏乾理事长。今天也要带领我们来参观我们的盆栽展，我们先请理事长跟线上的朋友问候一下。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宏乾。那我们今天呢，刚好中秋连假嘛，我们刚好今天开始举办开幕仪式的我们的盆栽展，欢迎大家有空的时间，欢迎莅临这边来参观，谢谢。那在展览是当时到当时。我们展览从今天18号到23号中午，我们就开始推荐。那所以说，在这个好几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大家刚好在连假的空档可以过来参观，欢迎大家。好，我们线上的朋友说可以送一盆给他吗？你是不用。我们在那个东博秘书哈。是的，咱伫每一个的波吼两点半。至四点半迄个时间，咱有现场有一挂讲师咧讲课，咱有请固定个有一个时段，咱有讲师咧讲课。迄个时间呢，咱伫讲课以后，咱有上一挂珍博的小树，那个数量不多，数量不多，啊，大家有来哦。想要的就赶快。当然，咱嘛是先，都有先坐落来，咱就先发啦，对不？是哦。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线上很多朋友陆续加入观看，那快点，有个咱的秘书长邵清泰秘书长，顶个跑来就咱的节目，甲大家拍一下招呼，咱即马山顶吼，哇，到外开始咧加入观看啦吼，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哦。大家好，大家好。顶一摆吼，有足侪朋友讲，我拢无啥咧讲话，啊，佫袂使通讲啊，对啦，较袂晓讲话，对啊，啊，今日非常欢喜吼，咱蔡小姐咧。咱咧现场来直播，非常欢迎，感谢感谢咱这个团队，大家真踊跃哦，好，咱做甲做公办，这规条真正够水，先安尼来由咱李启伟议员也到现场来跟我们加油李启伟议员跟大家线上朋友问候一下。各位线顶咱台南人来秀节目好朋友，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午安，大家好。议员好。这个盆栽协会这可以说他们举办的这个盆栽会展这也是说拢真大咧大家安尼来欣赏他们这个品质各方面拢非常的赞今仔日安尼有呾 Kiwi 头个拄有呾迄落一挂景点啦来到遮拄啊这個时阵有呾真拄啊好佮拄着咱这台湾来秀的这节目咱知影这节目最近伫咧台南会再讲是。这真优质啊，吼嘛真香吼，真的吼拢会当看到的身影吼，像 Kiwi 伫网络上吼嘛真正看到所以相信今仔日安尼因温馨这个盆栽协会这个很丰富很优质的一个这个展览啊，佮加上咱台湾来秀的节目来甲因倒推上相信这安尼活动绝对会安尼成功圆满啊，大家讲的对不对？祝大家中秋快乐，感谢，谢谢，谢谢启伟议员。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
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带大家来看我们今天台南市盆栽协会的盆栽展。那我听我们理事长说，有很多咱外国的朋友无法度等来看咱这个展览，是不是？把这个链接，我刚才有丢在我们盆栽协会的群组里面，再分享给我们国外的客户啊朋友，邀请他们现在进来看这个链接，因为我们要开始带大家来介绍我们所有的今年的那个作品。今年哦，因为疫情，所以说，有一些国家邀请我过去，我也没有办法过去。对。然后有一些，他们也没有办法过来。是。那当然，我们就靠这一档吧，直播，让我们的曝光率更高。对，分享给大家。谢谢。对，那就先帮我们分享出去。那我们要从哪边开始？总冠军。哦，来，盖小那个总冠军树哦。来，线上的朋友，这是我们台南市盆栽协会盆栽展今年的总冠军哈、哦。我们全程现在邀请我们理事长全程来为我们一一做介绍。哎，来，现在是我们台南人来秀哈、哦、线上直播的时间，来带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参观我们的盆栽展。啊，这一盆呢是我们是它的树名叫做珍柏啦哈。哦珍柏这个树呢，以这棵树来讲，它是一位前辈在培养的前辈，他叫吴三郎。这棵树龄大概在70年左右，七十年左右。以这棵树呢，我们很多人的刚开始接触盆栽，他不太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颜色。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叫做舍利，它是死的部分。舍利的名字由来是由我们那个佛家的那个舍利子那边衍生过来的一个名字，它是坚固不坏的意思哈。活的部分就现在你看到比较颜色比较深的这个部分，我们叫水线。好，这个部分呢，就是靠这个部分来输送养分，来供给树的营养跟生存啊。哦，它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一个技术不太懂的人，如果把它截断了以后，它就死掉了。哦，是有一点风险啊，如果在操作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专业知识。再过来，以这棵树目前这一位是我们一位前总会长的公子，是哦，啊，那个蒋医师的公子。然后这棵树他在盆栽界的贡献非常非常大啊。然后当然他这棵树也不容易，他的创作者是一位我的老师李仲宏老师。哦，他这边都由他在整理照顾。太美了。像这个部分，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哦，就是有一些曲折啊，一些干掉的部分，因为我们在模仿自然界哈、哦、它的自然法则。哦，自然界它在我们看到有一些玉山银柏，它就会因为外力的影响，它会变成有一些局部死掉，然后它还活着，它没有完全死掉。而它在恶劣的环境才会产生这样的，它就像人一样嘛，有一点坚毅不老的意思哈，就大概是这样。谢谢，这是我们今年的总冠军树，那也请会长再带我们全部，理事长再带我们全部的参观一下哈。来，我们要带我们身上观众朋友呢，今天来参观我们所有的作品。好，这个啊，哇，这个树也是。是珍柏啦哈、哦，这个初见的朋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这一次的展览主委尤成勋董事长。是我们尤主委，哇，这笑嘞，那叫领导。来，当时叫你盖盖小列作品吧。来，当时叫你盖小列作品，那叫笑嘞，那叫领导。哦，以这棵树，它真的很好，非常非常好的一棵树啊。你看它这个在根盘啊，还有那个张力啊。非常漂亮。在以这棵树龄，大概有50年以上，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出来啦。而一棵树要出展呢，它可能必须要经过1年、半年的准备。其实我们这次的展览在可以确定可以展览到今天展览的总时程大概不到一个月，所以说我们在正常是一年的整理时间呢，我们把它浓缩到不到一个月时间，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大家都非常非常尽力在办这个活动哦，很用心。当然最用心的还是希望说各位朋友能够来参观嘛，哦，当然是最我们最大的目标哈，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继续来往这边，哎，是，
这棵树叫来列作品你也拿下。这棵树叫黄槿，哦，这棵树叫黄槿。黄槿这种树在我们台湾自生地有非常非常多，哦，非常非常多。但是很多的树，你怎么样去取它最优的树形跟样貌来创作，那个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可能就是有几万棵，然后有万中选一、万中无一这样子，哦。像这棵树刚好也是小弟自己从素材开始培养过来的。这是我们理事长的作品。这棵树它我在我手上大概有超过25年的时间。那我们理事长现在是全国全世界知名的大师了，这盆栽界博览展览历史没有。好，哦，啊，以这棵那个黄槿呢，我是比较用比较不同于传统的规则来创作这棵树，它的枝条，一般我们枝条分布它是很规则的，但是我这棵树的创作，我把它有一点创新的做法，就是有一些仿自然的枝条下去做，跟我们目前在展场上有些不太一样，哦，当然那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哦，那也不能说代表说好或是不好，哦，那每一棵树在我们展场上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啊，这棵是我们那个黄伟哲，这是起吊哎，啊对，起吊嘛，我们本党来家可以留念哈，刚，才市长也到现场跟大家加油。这个是真果哦，真果在台湾的盆栽团体里面，盆栽界里面，它是占很重的一个比例的。这个东西呢，当然没有，这棵树可能还不到刚刚那两棵总冠军以及展览主委初见的那个的年资，但是也不小了啦，应该四五十年有，是，哦，四五十年有。一棵树在从那个培养到创作到完成，它的历程都是很长的。是，哦，所以说很多人说哦，这盆栽叫鬼，有什么鬼？就是安尼的鬼。是，哦，就是安尼的鬼。没错。哎，是要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这个把它培养，还有雕塑。这个是罗汉松。罗汉松是我们台湾本土树种。目前在，因为我疫情之前我是经常受邀到国外去。是。啊，以这种台湾的盆栽来讲，它在东南亚地区它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日本盆栽它是很优，甚至是世界第一。其实，当然他们日本盆栽很漂亮，台湾技术也相当好了哈，哦。在如果东南亚地区他要选择树种来购买的话，大部分很难跨过亚热带，所以说我们台湾是有很大的利基啊，哦，优的还非常好的利基，因为我们要。日本要跨过亚热带到热带去，它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目前东南亚这边都是从台湾这边购买，而且我出去评审的时候呢，很多几乎啦，台湾的树几乎名列前茅。所以咱台湾呢，洪水培养出这个好的树种，也培育出我们一流的这个盆栽的人才。哎，是，所以真的是得天独厚的，这是那是台湾之光，就是我们。每一棵树哦，都是精心下去做的哦。像这个我们叫黑刺柑，如果它在那个它会开花会结果，它会开花会结果。它的结果它像大概黑豆那么大小，它是黑色的，它整株也都是果实，还蛮有看头的。就是它树种长得非常非常缓慢，对。这个是我们那个宋俊敏理事长的宋大明，对，这是刺葱啊，刺葱，哦，这是原生地在恒春，哦，在我们恒春的树种，啊，这种树要长到这么大，因为它是，那个盆作品都近拍一下，嗯，拉近一下，让大家看清楚，刺葱它的叶子，它有，跟我们有一种树叫百万树，它有点雷同，但是刺葱它的叶子更小。它成长速度更慢，要培养到这个目前的
样貌可能少说也要二三十年吧。哦，他是非常非常耗时来创作的，是，哎，他长得非常慢。每一件作品真的都很不得了，很了不起，后面都是这个无数时间累积的心血。这个也是黄金，盆栽它是一个大自然缩影。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哎，树，我怎么样去看一棵树？就是你看，拍照起来，它我们尽量让它形小像大，就是在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它树没有很大，但是你如果拍摄起来的时候，它就像是一棵百年大树。哦，你们形少像大，是这个东西了解，这个东西它是要浓缩，浓缩，一直浓缩，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大树的样子，所以其实要去想象它。对，我们一个用语叫施法自然，自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自然的美？当然，自然有美有不美嘛。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当然会选择漂亮的来模仿，来引用到这个里面来。好啦，我们现在很多喜欢盆栽的朋友都可以加入我们直播连结观看哈。现在帮我们做介绍的，就是我们台南市盆栽协会的理事长李宏贤理事长。这棵也是真果，这个也是真果。以这棵树来讲，它的做法大家就比较像悬崖树系，就是在山壁上面，它往下坠，然后再往上生长。哦，它是做那个像。在临海那种效果，是去模仿自然树的样貌来创作的，好美哦！哎，这棵树，也是小弟创作的。哇！然后这棵树它的，市长你真的是我的偶像。像这样的东西，它都是长年累月下去慢慢的雕琢出来，它跟一般我们很大块设立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慢慢堆叠，慢慢创作，慢慢累积。那以这种来讲，它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树头的老态到枝条的老态，它都可以慢慢的去琢磨。哦，其实在盆栽它的长年累月的管理，它是这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好，这个也是真果。真果在台湾的树种盆栽界里面，它是很占有很高的量。它很可塑性非常高，哦，然后它那个创作的动力，那个想象它是可能是无限的，哦，在很多树种它不太能有这样的效果，在真果方面它可以天马行空，哦，可以自由的创作。这一个也是像刚刚那个真果那个样子，它是有一点半悬崖的样子，哦，它就是有一点在临崖，甚至有一点。山峰，哦，但在山的上面有受风吹，它产生一个倾斜，哦，临崖的那种效果，哦，这种跟刚刚有刚刚那个真果的，它是有点雷同嘛，哦。以这棵树来讲，哦，很容易看得出来，它如果它是一棵我们在自然树看到自然界看到的。大树就是一棵千年老树，对，真太哦，不管是它的根，哦，它的干枝，它的那个枝条的流动老态，到整体的树形，哦，很难得。所以以作者他真的是很用心在创作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庙方的副主委。再过来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都是全部都是参展荣誉参展的树哈，现在开始就是介绍我们比赛的，这一届这一次有评比的树哦，这个树黄锦，哦，我们对照一下，这个枝条哈，那个枝条的原因，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哦，这样的状况跟那样的状况，它真的差很多。因为这个样子要到再到这样的阶段，它可能也要十几年时间。是。
就是它是慢慢剪，慢慢的琢磨，然后慢慢的萌芽，它产生这样的很绵密的，这人讲的迄个放下鬼的鬼啊，哦，几乎是就被就卡住了，啊，很用心，而且耗时很长的时间，哦，跟它也很漂亮，然后树的姿态也很美，哦，就是我们林满满董事长，对，然后金牌，这个是金牌，对，这是金牌，对，有银牌。大师啊，大师，哦，这个是我的观景风景，它很秀气，它有点像武人的感觉，清秀清秀的，哦，它不太像哦一个武将，武将看起来就是很壮很狂的，但是它不太一样，它是很秀气很清秀的，哦，那做的意境也很好。是，这是我们协会里面的顾问，哦，这个是白槿真花。哦，它是恒春的树种，恒春树，它这种树叶子很小，成长速度快。再过来就是，如果我们把叶子剃光了以后，它的寒树相也很好，很美。哦，这种树长得很慢，真的很慢。哦，但是这种树要到处的状况，可能也要不少年，不少年。好，这个也是，哦，这个是我们前会长的作品，哦，前会长的作品，啊，哎，这个黄景也相当相当好，你看他已经中空都修掉了，哦，他因为他常年累月在我们在管理施肥浇水的时候，他有一些哦已经修掉的状况，哦，这种要很久时间才有办法达成。是，接下来再帮我们介绍，就是，哦，这个是寿娘子，哦，寿娘子，寿娘子在。台湾这个品种它是台湾发展出来的，它叶子特别特别小，然后很多国家都由台湾买过去，再开始三培养，然后开始创作。其实这种树我们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纤细，哦，那个比例啊，那个姿态啊会很美。静态一下。这个是向阳树，哎，对对对，这是目前我们花果盆栽协会的理事长，他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然后这个是向阳树，向阳树在它的自生地也在恒春那边，哦，自生地也在那边，它的学名叫公岗鹤，它叫向阳树，向阳，向阳树。然后哎，以这棵来讲，它是天生的。不是人为去塑出来，因为像这样的树种，可能在野地要百年以上才有办法形成这个树头出来。哎，这个是台湾的，算是代表树种吧。哦，它是榕树。哦，这个榕树，它这个品种它叫绿岛榕。哎，绿岛榕，它那个它。如果一段时间它会结很多的果子，很漂亮哦。这个品种特别，比较特别。哇，我们你是用爱打行龙板的，每种树种都了解得非常的深刻，真的，这个是什么国际级的大师？对，这种树，这个叫金门种，也叫虎斑种，因为它的树的皮有点虎斑的效果。哦，它的这种树种也叶子特别平整。做起来特别平整，很漂亮。哎，好，这个像跟那个绿岛榕是一样的。中心做的时候，对，绿岛榕跟我们前面那个。对对对。好，这种树种它结果还蛮壮观的。嗯。但现在不是结果的季节。对，刚好不是在结果时间。什么时候才会结果？不好意思，这个树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细。所以一般不会在它结果的时候。参加比赛就是有一些，如果在花果协会刚好不在节目，他当然是也会那个效果会很好。是哦。哦，这个也是黄金。开奖，就是有这样的。哦，这棵树也培养时间也很长。你看，一棵树要达到这么密，对，有的平均可能
20年，20年应该要跑不掉，跑不掉。是这个。啊，这个让它有树吗？哦，也是刚那个，刚有一颗那个有叶子，对，哦、这颗是把叶子剃掉，你看，剃掉好像很绵密，是，哦，那很细致的感觉。榕树，哎，榕树，这位是我们的初见者，是我们的常务理事。南雄，哎，南雄艺术谢设计的作品。哎，这个也是虎斑榕，哦，他在他的园区里面，他的那个数量还很多，是，他榕树的数量非常非常多。哦，真的好哇。对，而且有一些他。也卖了很多道。这个我们每一位现场作品的作者都是非常不得了的，都是拢大师级的，而且是国际级。在我们台南市的盆栽，已经是我们全国做的最好的，其实是台湾之光的蓝台郎旗。哎，我们的盆栽大师都真的是非常不得了。哎，执行长，我插个话，这是我的林理事长，谢谢。哦，对，我的李青红，民主政府。哦，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来啊，你好，跟大家问候一下，来。哦，谢谢哈，啊，我们理事长哈，我们杰出的李明哈，哦，今天给这个地板这个盆栽啊，哦，这演出够艺术啊，哦，就这样，值得大家来观赏哦，真的是值得大家来一游哦，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理事长哎，啊，来邀请我。我这个机会参加这个盛会哈，非常感谢我们理事长，是我们理事长啊带领之下，我们台南啊盆栽协会更加茁壮，更加发扬光大哈，谢谢大家，谢谢。谢完你要做客气，谢完你要这个有意要投入我们西园的选举，在这里也预祝我们里长李开通里长步步高升，一切顺利，好，谢谢。那我们继续来介绍谢桂子的作品。哦，这种树现在非常非常少。早期它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家非常喜爱的树哦。在那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把它在野地采集。哦。但是现在越采越少。哦。越采越少，它就产它的作品就越来越少，就很稀有。它是一个连根的创作。它现在在。就是哦，它有一些多干的样子，哇，效果还不错。这个在我们国外不能到现场来看的朋友，今天就透过直播，而且还是我们理事长亲自介绍，哇，太好了。没错，这一颗就是菲律宾来参展。哦，菲律宾的朋友有在线上吗？来看一下我们作品。这颗是菲律宾全国总会的一位前会长。哦，他现在刚下任，哦，他去年刚下任。他就听说我们大台开放有各地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嘛。是。哦，这棵树他在台湾购买的，那展览完了以后，他就会运回到菲律宾过去。哦。所以菲律宾他看到是非常的难得。哎，菲律宾他们在准备一个国际大展。有两个协会在准备国际大展，就是说经常来台湾买作品，回去得奖，不是回去比赛啊，是回去得奖。赞哦！所以咱台南真正无简单嘞，咱的盆栽协会各人作为会员，真正拢一点一点。这是我的好朋友哈，也是我们的会员李贤德先生。啊，这棵是栀子花。就是我们在啊，那那个昏贵啊，黄色的那种，它是一个食用色素的材料，就是它的。哦。而且它在那个结本，它开花的时候很香，非常非常香。现在不会有。啊，现在没有花。现在没有味道，现在没有花。它开花真的很香，非常香，而且它是蛮讨喜的树种。很美。哇，谢谢哇，这张。哦，这个看。看这个根的张力，哦，树干的移动，从下面往上看也很美，对，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很悠闲。如果我们想象说，哎，底下有几张椅子，对，有几个人在这里，真的从下往上看更美，那种效果都开阔起来。对，哦，这棵树它很漂亮，结合在一起，很漂亮。它那个主干的扭曲啊，树的整体，那大树。
相当有艺术的眼光，才可以栽培出这么好的作品。石鼓，好，石鼓刚刚我介绍的现在很少，尤其像这样的东西更少。水源的，哎，就像一个在悬崖上面的树。哦，非常漂亮。这个在去年我在中华作家协会有得到上面。在那个金牌，在全国的比赛有得过金牌，也得金牌，对，非常好的作品。这个是栀子花，哦，栀子花，就有点可惜啊，现在没有花。金牌我会。当然，那树也漂亮啊，树也漂亮，只是说，就现在没有花，那有一些结果的，目前也没有结果。是的。所以都是另外一个风貌，如果有机会看到它，会更美。啊，这个是毛茱。黄埔跟石鼓不太一样，但是树木差不多。蔡代英大哥的作品。蔡代英，这个他在高雄那边送过来，然后我们恒体我们协会的一位树友。这我发现喜爱盆栽的大师们，大家都很团结。其实圈子不大，圈子不大，只是说我们在玩赏的人，他常年累月嘛，那今天会遇到另一个人，另外一边就会遇到另外一个人。所以大家是用这个有一个同号、艺好、艺术跟喜好来交流。对对对，它是一个同号，当然会臭味相投啦。惺惺相惜。好，这是朱长渊大师的作品。对对对对，师傅，他收集很多这种树种，这种树种很难得啊，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这非常珍贵，非常宝贝。向阳木，这个树我觉得大师的作品非常非常非常好。嗯，哦，不管是它的根好，真的好，绿意盎然，它的这很有力道的那个感觉。它的树皮本身就是黑色，嗯，哦，它本来就是一个骨干很黑，很这短板，这沉稳，这很贵重这种感觉。它的枝条的节干的状况，嗯，哦，像这种都是一个年代感。一刀下去，它再生，它可能是十年、五年。是。哦，然后我们用人为的方式去制造这些老派。对。哦，这个就随着年代感。技术都是很高超的技术。要用时间才慢慢去堆叠，哎。像有一点像那个成大那个国泰人寿。哦。有像哈，有像哈。林美玲老师的作品。对对对对。哦，像这样的东西，我刚刚解释的那个国泰人寿，其实国泰人寿是我们学习那个榕树，对，是我们学习的样子，它在成大的校园里面，是，成大校园。哦，这样的黄金，也是黄金，哎，对，黄金，黄春木老师的作品，哦，刚刚一直没有介绍到这种树种，它叫福建草。福建的，福建的，福建的，哦，它会结果，哦，会开花，但是它没有香，哦，但是它油油亮亮的啦，那树本身是油油亮亮的，还蛮颜色蛮讨喜，对，我看我都觉得很舒服，是毛，我们银牌奖，哎，好，对，这是我们银牌奖，它是方毛笔老师的作品。的作品。然后这棵树，我刚有解释嘛，就像国泰人寿那个是大榕树的缩小版，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心目中有一个很完美的那个影像，然后就比照它下去模拟这个作品，就是非常的完美，张文琴老师的作品，这个也是我们南京协会的一个会员。这个树，那白骨树花，我刚刚也有介绍过两棵哈。每个人他在对树的样貌的印象的刺激是不太一样的。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他在野地看到的，他冥想到那个他看到的东西来凑进来，很在创作。哦，它这种树的流动老派的，那个都是慢慢涌出来的。当然有必须要很难得的找到这样的树的树口，才有办法顺着你想要做的样子去。我现在听完理事长这样介绍，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爱盆栽了。真的，你一个作品摆在
家里，整天都觉得你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你进入观赏它的时候就很放松，就心情会很好。这个真的很漂亮，非常漂亮，石板叶茂的，然后它的整体的动线，还有空间的布置，它都很漂亮。我刚刚没有介绍到一个，我有入选华风展，入选华风展，华风展是全国展，就是全国展，全国展它在各地区它就挑前几名上去，比如说金牌，是就邀请他参加展览，所以后面有贴牌子的，就是有入选的，对，这个我这今年有列入金牌，有金牌哇。都是很了不起的作品，陈习清老师的作品。这个是吗？石虎，石虎，这个差不多咱历史教讲的啦，那在大自然下面会当看到啊，伊啊，大家坐伫遐观赏，安尼规个，对啊，老师去画意，就是很舒服的感觉。来，李仲宏老师的作品。李仲宏是我的老师。哇，是我的老师。悠然起敬。这棵树以前在台南，那现在李仲宏老师在高雄。你高雄。这棵树以前在我初学盆栽的时候，它就非常非常有名，非常非常有名。它是七里香，以自然的形象很难达到这样的东西出来。这个设计，以自然的形态，非常非常困难。是。他这个长，在我刚初学盆栽30年前的时候，他就很有。哇，30年前了！理事长，你这么年轻，你初学盆栽已经30年前了。对，谢谢啦，我其实不年轻了。来，那这边也迅速带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些哈，来，哇，这个好可爱啊！这个对，爱玉。爱玉。哎。爱玉。好可爱哦。对。它结果哦，它结果跟它其实它。就算它是公株，它也会结果，只是它没有办法去做那个爱玉的那个原料。了解。好，高进春老师的作品。娇莱啊。娇莱啊。哇。很特别。来，这是我们吴文峰老师的作品，带我们也迅速的浏览一下哈。九重葛。对，九重葛哦，好来。那这也是我们高老师的作品，他比较老师他比较喜欢用果实来展现，对不对？好，要看老师好几个作品都是我们的。娇莱呀，这个真的结实累累，很美，是，这我们的果实可以表现得那么美，这是桑葚吗？桑葚，来，哇，桑葚。所以我们的作品的展览真的很多元，很各种风貌都有，一次就可以把最好的每一种树种最美的作品都在这边看到。我们有一组比赛是花果类，然后有一个也是由我们花果协会，对不对？不是，我们有分类，有分类比赛，哎，有分科，这个是花果组，所以像花果组的，它就有一些柑橘，这是八方柑，原来我们花果还有分开比赛，对。这个很少，这个叫刺流，这个很少，非常少。对，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很多，对，真的树种真的非常非常少。这个是金牌奖，是我们李董事长的作品，哇，当时更加收藏非常的丰富。常胜军啊，常胜军，两位说的话，所以我讲伊是咱的这灵魂人物啊，真的，他太多好作品。状元梦，是，哇，还有一个是李氏樱桃，哇。这个是陈国汉老师的作品，也是状元红，这边都是果实类的哈，这边的作品。陈国汉老师。是，成熟都变红色。这就是另外一个风貌。这绿岛龙，它结果就是这样，然后变粉红色。好特别，原来还有不一样的跟还有树种果实类的另外一种，它花的有另外一种。没有，开花结果，这是我们的银牌奖。曹老师，从那个
生活。叫城主，哦，他的在这边，哦，在这边。来，好，带我们浏览一下，因为我们的作品非常的多，带我们线上的朋友呢，来，好，今天谢谢理事长这样子帮我们迅速的介绍。这个是城主，哦。嗯，贵州呢？成都啦，成都。伊这咱的意思是讲山顶的。对，然后这一颗就在山的边边的，好，它很难的，一出来呢，点的松，每一张情况都不搞，每一棵树都不一样哦，树种都不一样，这是规定吗？是规定，是规定。然后盆子也都不能一样，哦，盆子也不能一样，然后树的高矮有一个秤。是，一个秤桌，小四桌，是，哦，去称它的高度，对，然后树的流向，嗯，哦，它是往这边嘛，这边，它是往这边，再往这边，再往这边，哦，再过来，刚是悬崖，然后这个是平地的草，哦，什么平地的草，哦，它就是一个山的那个结构，这城主它有另外的那个。对它，这难度很高哎，难度非常高，它要上中下，然后全部不一样的树种，然后方向啊，还要搭配盆它的这个盆子，真的真的，它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哎，整体的美感要哇，这明白哎，对，这好好的带我们的观众看一下，要煮一个煮一出来的，我会难度太高了，难度太高，所以它会比单就一颗的那个盆栽的难度更高。因为它会高一点，会高一点，因为它有一些规则啊，那不能破的规则。对，然后它的大小也要相近这样子，这也是另外一组成组，是我们的银牌奖。对，林清辉老师的作品啊，两小一吹，看他刚才老师讲过，我就知道了上，然后它的方向有没有？那就是往这边，它往这边，然后这是悬崖，就是我们的地上的草啊，哇。理事长，听你讲完，我就那个都懂一些皮毛了，啊，不要，觉得好骄傲哦。当然能懂，现在就看得懂了。能让很多，嗯，很多朋友知道了解，了解盆栽当然是最好的。这个不简单呢，现在全国疫情严重，很多要展览都没有办法如期举行。那我们真的台南市盆栽协会力量得其哈不简单，突破万难啊，在今天办这么盛大的展览。我在网络上面的发文，有人直接回答是。全台享用的会，真正啊，不简单啊！不只是疫情关系哦，其实台南真的很强。然后我想，大家心情都捂住足久啊，啊，你这个展览办会真的有振奋人心。谢谢。尤其是咱的这个业界哈，他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鼓舞。谢谢。真的不容易。那今天再次谢谢理事长辛苦了哈，谢谢谢谢，啊，带我们看这么棒的展览，谢谢啊，也谢谢我们台南秀线上的好朋友，谢谢大家观赏，拜拜，拜拜。